Hello, my name is Gabriel Werman. I'm a licensed dentist here in the province of Nova Scotia. 51岁嘅沃特曼开咗几间牙科诊所，专门帮人整假牙。不过行医可能唔系佢嘅第一志愿。网上流传声称系沃特曼高中毕业册嘅相，当年佢有谂过要加入警队。咁样或者能够解释点解佢行凶嗰阵会扮成警察，揸嘅车又同警车咁相似。邻居同诊所顾客话，收藏警队物品系沃特曼嘅嗜好，试过拍卖镜头退役警车，再自己翻身，警察制服都系佢嘅珍藏之一。报道话沃特曼家境唔错，喺案发嘅波塔皮克同省内多个地方都有物业，但受到疫情影响，诊所上个月中开始要暂停营业，佢本身亦都有走人。加拿大自1989年蒙特利尔工程学院14死枪击案之后，加强枪械管制，对于买手枪同半自动步枪嘅人有严格背景审查，喺边度用枪同点样用都有限制。不过保守党8年前废除枪械登记制度之后，枪械进口数量随即大升，人均持枪比率全球排第5，入手枪械易咗被指导致近年枪击案上升。总理杜鲁多去年大选嗰阵承诺立法禁止军用枪械全国回收，亦都会同地方政府研究加强规管手枪。有线电视记者李锦文报道。